在乱石嶙峋的山岗上，一个峨冠博带的男子站在狭窄的路口。从这条路往西，就是天下最强大的秦国；往南，就是他危在旦夕的楚国郢都。在烟尘滚滚中，他试图拦住一支络绎不绝的车队。车队并没有停下，而是加速通过。41岁的屈原已经预见了这支军队的悲惨命运，然而他却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楚王挥师西去。公元前312年，愤怒的楚怀王动员楚国军队从这里穿越楚长城进攻秦国。在历史上，楚长城从湖北竹山县开始，跨汉水辗转到河南的邓州市，往北经内乡西峡，再回转北经鲁山县、南诏县、叶县，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在全盛时期，强大的楚国并不需要长城的存在，但到楚怀王、楚顷襄王时期，国势衰微，为了抵御北方和西方的侵略，修筑了这条长达千里的防线。楚国的工匠们依托山势、古道、河流，修筑了一条条防御工事，并以楚国特有的祭祀仪式祝福楚国的山河平安。但是今天这些残败的石头城堡早已说明，再坚固的长城也阻挡不了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公元前316年，秦军攻克巴蜀，打开了楚国西部的门户。亡蜀则亡楚，亡楚则亡天下。此时的屈原忧心如焚。从史料看，他虽然被怀王疏远，但依旧担任公职，仍然在教育着王室子弟。在沉沉的黑夜里，也许这些新生的少年才俊才是楚国这艘航船新的希望。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话剧屈原第五幕的情节。这出戏里，屈原作为宋玉的老师，说出了一段震撼心灵的独白：人要活得光明，死得磊落。这正是少年时代屈原就立下的志向。他以橘宋之名对宋玉的教诲寄托了他全部的理想，但不幸的是，屈原却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出土的秦简上，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奴隶。秦国士兵杀掉一个敌人可以升爵，杀掉两个可以从奴隶变平民，再多杀两个敌人可以把自己当奴隶的父母也赎出来。在如此巨大的激励下，秦国士兵唯一的渴望就是杀死更多的敌人，割下他们的头颅去领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怀王时期出土的楚国文书里却找不到奴隶的任何记载。楚怀王曾亲自主审一起民事诉讼，为审慎起见，传讯证人竟多达211个。秦楚的文化差异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秦人他就讲实用，就简单，但是实用要有用。比如说秦始皇最后焚书的时候，带有这个文学色彩比较浓的，这个他都看不上的。但是医书、卜筮用的书、算命的一些书、农书，这些是不烧的。我们看似乎军事书，就是兵书，可能也没有烧。而楚文化的一个特点，真的有浪漫的一面，多彩的一面。自由浪漫的楚文化在暴力实用的秦文化面前几乎不堪一击，文明面对的只有杀戮。在这样一个时代，屈原对青年才俊的教诲有用吗？现实很快就做出了回答。公元前313年，秦国进攻韩、赵、魏三国，迫使魏、韩两国与秦结盟，并计划攻打楚国。在发动进攻之前，破坏屈原苦心维系的齐楚联盟成为秦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秦惠文王派谋士张仪来到楚国。张仪对楚怀王说，秦国愿意将原先占领楚国的商於之地600里归还，并与楚国结为姻亲，两国世代修好。从商南县到河南西峡县的600里地区被统称为商於之地。据考证，商於位于秦岭南麓，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商洛市。相传这里曾经是楚民族最早的都城，后来被秦国占领。夺回商於之地600里一直是历代楚国国君的心愿。短视的楚怀王果然上钩了。在屈原看来，这只是一个诱饵，在丰厚的诱惑面前，楚怀王还是断绝了与齐国的盟约，并派人跟随张仪前往秦国接受土地。齐王勃然大怒，迅速转与秦国结盟。而张仪回到秦国后，先是闭门装病，而后又对楚国使者狡辩，说自己许诺的是丰邑之地6里，不是商於之地600里。愤怒的楚怀王发兵攻打秦国。公元前312年春，秦楚丹阳之战爆发。这里是河南省西峡县的屈原岗，相传在丹阳之战爆发前，屈原曾经在这里叩马觐见，劝阻怀王。这时的屈原在怀王眼里已经是背负着不忠的猜忌，他写的《离骚》和其他篇章更成了他诽谤朝政的铁证，他的劝阻当然又失败了。曾经的楚都丹阳也就此沦为秦国的领地。
据康熙32年修的内乡县志卷一曰，屈原岗在县北60里，西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即呼之，后人因以名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溪时也。丹阳大战呢，那么之后呢，那么秦国呢攻占了这个楚地的这个汉中，在这个汉中这个地方呢设立了汉中郡，当时呢楚怀王呢当然不甘心这个失败，所以呢决定呢发兵呢再次攻打这个秦国，最后呢结果在蓝田呢被这个秦军给打败了。而当时的这个韩和魏这两个国家呢却趁这个楚国国内空虚的时候呢也发兵进攻楚国，结果攻占了楚国的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楚怀王呢就没有办法，只好撤军，并且呢又拿出来了两个城和这个秦国呢求和。这个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两次战役呢可以说是秦军大破楚军的主力，他不但如此，而且秦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成为这个秦和楚两个国家实力对比的一个转折点。在楚国最危急的时刻，楚怀王被迫派屈原再次出使齐国，他希望通过修补两国关系可以重新建立齐楚合纵联盟以对抗秦国。公元前311年，清晨的郢都北门又一次送别屈原的车队，此时屈原42岁，也许他的两鬓已有丝丝白发，不再是那个四月天的橘树一样意气风发的少年。此时的秦国由于不愿看到齐楚再次修好，决定通过割让汉中的一半土地来安抚楚国，求得两国暂时的和平相处。据《史记》记载，楚怀王